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丽阳牲畜交易市场。今天是10月11号，早上有客户买马，赶马上车。哇，这马胖嘟嘟的，这都是肉。花色又漂亮的，白色的花的。这车6米8，装的是24码，过个秤去。这两件马，一会儿也要赶上车。这是昨天早晨才到的，今天早上又卖了。这都是24码，要赶出来。家装肯定也得出来了。走走走！好，上车，赶紧关门。昨天早晨才到的24码，装了一车，过个秤去。这边又客户装了一车24码，马上去过秤。今天的24码走货量又是非常大，已经装了3车了。24码还要接着装车，走，上车上车。4米2又装了一车，那车过个秤去，马又来了，接着上车。那边3车4米224码排队过秤，这又来了一辆4米2，接着装马，又装了一车24码过秤去。这车24码过完秤了，一会儿要出发。那个车上装的也是马，这个车上装的也是24码，一会儿要出发的。这边两车都是24码，今天24码走货量非常大，12点多了，吃饭时间又有客户买马。这是24码，一号下午。快3点了，又有客户买的小马驹，赶马上车。这一车小马驹，一会儿去过个秤。今天小马驹走货量又是非常大，现在是3点多一点，又有客户买小马驹。走，这一车小马驹，这一车小马驹一共是装了44匹。一会儿过秤出发。丽阳市场每天牛马驴都被客户拉走很多，明天丽阳市场过集，欢迎来市场一转转。